到达四川省泸州市，停在这边，前面就是博物馆，然后这边停车收费的，但是非常便宜，3块钱一次。看，这是收费标准。一路开车过来，感觉泸州市的建设挺好的，泸州应该算是四川的排名前几个的吧，这个城市。今天晚上就在这边露营了。现在有点渴，一会儿出去看看附近没有卖冰粉的。对面有一个，刚才骑自行车出去逛了一圈，买了一半西瓜，这西瓜好大，花了6.1块，9.9毛一斤。我现在准备切西瓜，看一看我有多么的明智，把这个厨房改造的哈，从后面挪到前面，方便多了，菜板、刀子都在这里边。切好了。怎么样？这多好啊！这会有这个盘子，还有这个菜板，太爽了。这次买的西瓜好甜，如果能冰镇更好了。吃西瓜吗，小小？你吃吗？吃不吃啊？想不想吃西瓜？想吃啊？喝不喝水？喝水还吃西瓜？啊？吃西瓜来，我喂你吧。我给小小吃点。我买了一个。吃呢。不错。可以打印。看那家伙还是很齐全的吧？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现在是晚上12:30，正在传视频，开着天窗下雨了，这我刚一到泸州就下雨欢迎我呀，知道我热呀啊！我这个裤子今天下午洗的没干，衣服干了，这下雨的话关天窗车里一潮又干不了了。现在是下午5点多，这个京东快递还没到，太慢了吧，在嘚嘚笑笑。今天下午去了旁边的泸州博物馆，还好，博物馆有点小。你看，小小他就怕我拿熊猫，你看熊猫在这儿呢，他知道。那手一过去，你看他就盯着。你看，防着我呢，你看，就怕熊猫偷袭的。你看，啊，好了好了，没有熊猫，好了好了，那把熊猫拿过来啊！干嘛呢，小小？嗯？哎呀，好了，一会儿等完快递，我准备。去合江县，泸州市合江县那边有神壁城遗址，是以前古代的战场，那是一个好像没有开发的景点啊。啥小狗啊，嗯嗯，小样。好，等了一天，这个电饭煲终于到了，我现在准备把它装起来，然后出发。现在已经快7点了，快递才到，准备去往合江县。现在准备离开泸州市，现在是晚上7:18，准备出发。看一下，我现在到了这边的神壁城遗址，开了50多公里，从泸州到这边啊，这是老乡打的鱼，好大。神壁城，这是宋代和元代打仗的地方，古战场之一，
现在进去看一下。这边你坐船过去。好，好，好。还在回营呢。这算是古城墙。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，这边是没有开发完成的景点，也可以看出来哈。在里面看一下，看这边是什么江不知道，这个水很急。下面的面包车怎么下去的呢？有认识这个了吗？这应该是高粱米吧，是不是？高粱，看这边是什么？好像是龙眼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龙眼？挺像哎，看，龙眼就是桂圆嘛，是吧？这边是老乡家里养的鸭子。呵呵，看这鸭子，哼，很凉快呀，游泳呢。对面应该就是神笔城吧？我看看在哪里坐船。这边手机信号非常的弱，我一个移动的，一个联通的卡，信号都非常不好。移动的只有一个格，联通的有三个格。昨天在这边的路边睡的，因为昨天到这边已经天黑了，我就没拍视频，在车里边简单煮了一下奶粉，然后吃了点面包。神笔刻度码头，看这边水流非常急，这边没有见到船，应该现在不是坐船的时间吗？一会儿问一下，这边有这个值班室。看一下，看这水流，哦，水流非常急。对面就是神笔城，我问一下在哪里坐船。没有人吗？这边有只小鸡。看一下这水里的木头，被水冲得非常快走的。那这边有没有人呢？问一下呀。这边还有个旺财看我呢，歪头看我，得去上面问了。我问一下吧，不然不能在这傻等啊。叫了，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个下边有船吗？坐船不是在这里啊？啊？他的意思好像是封了，封路了吗？对面能看到马游船，白来一趟。这边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条路，别的路这边都是河了，只有这一条路。我再去问一下吧，问清楚一点，再打扰人家一下。哎，你好，哎叔你好，请问一下这边几点有船啊？我不到湖了，我走了，水大了。哦，水大了，不让走了。哦。哦，没有船。没有。哦，谢谢。那。加快走，换一条路走。哦，这边没有船啊。这边没有船，谢谢啊。明天也公布的，明天也公布的。明天不一定啊。明天也没有。哦，谢谢谢谢啊。哎哎，确实没有船了，水流太大。
水流是挺急啊。他说还有另一条路，我再找一找。又回到了这个大门口，没去上神秘城，拍拍这个城墙吧，上去看一下。这城墙不知道是后修的还是老的，没有人打理。看，这边全都是杂草。刚才从前面走了一段，然后中间就断开了。看这边，去神秘城要坐船，因为船的那边有个小岛，那边才是神秘城。这边应该是城墙。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，曾经这边是一个著名的古战场，尸横遍野。包括我昨天去那个泸州市博物馆，也看到关于神秘城的介绍了。神秘城好像是四次易手，最早在这个宋代的手里，后来被元代给攻破了，后来又回到宋代，就反复的好几次。